Hello， 小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百变玩具屋》。本期节目，我们的熊出没光头强为我们带来了一款，就是我们的工程车。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一款宝宝巴士工程车，这是我们的零件，有各种各样的零件。现在我们来帮我们的这一款工程车，把它用我们的螺丝把它取出来，把我们的螺丝逆时针旋转，这是我们的车轮。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车轮上面还有我们的螺丝，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是我们的车身，这边还有我们的车头，这里还有我们的零件螺丝。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是我们的这些零件，现在把我们的这些零件再把它组装起来。这里是我们的各种各样的零件，现在用我们的十字起把螺丝拧紧，顺时针旋转，这里是我们的车尾散热的地方。这是我们的螺丝，还有我们的车头，这是我们的车身。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还有我们的叉车，这是我们的熊出没光头强为我们带来的这一款叉车玩具。我们一起和熊出没的光头强把我们的叉车零件分开之后又重新组装起来了。
这是我们的这一款叉车玩具，我们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喜欢我们的视频，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我们哦，拜拜。